疯狂摇头，准备好了吗 ？Ready。OK。争分夺秒，看你的。三、二、一。两队已经开始比赛了，游戏能力是这两队最突出的特色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速度非常的快，隐身基本上已经完成了第一关。时间过去多少了呢？才过去了20几秒。好像我们的魔术师遇到了一点困难，我们第一关我们的魔术师竟然到现在还没有过，而我们这一关我们的慧凯已经基本要完成了。时间20秒倒计时，时间不多了，看来我们的慧凯遇到了一些问题，他的最后一颗到现在还没有甩出来。战士那边已经开始加油了，疯狂的摇头了。结果非常的明显，在60秒之内，两队都没有完成游戏，每一队的最后的一关